很多人把带鱼买回去直接就吃，哎，反正我是吃腻了。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，先把带鱼切成小段，放点姜葱、胡椒粉、高度白酒，加一碗清水，抓拌均匀，腌制十分钟，去除腥味，再捞出来摆入盘中，淋上一包调好味的剁椒酱，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。锅里面把水烧开，盖上盖子，开大火蒸八分钟，出锅之前再撒点葱花，这样做的剁椒带鱼香辣入味，好看又好吃。